我们这些纪录片哈，目前公开的都没有提到你。我知道你一直在讲电价，在讲台湾内政的东西。OK， 台湾内政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那台湾的外交重不重要？同样重要，没有谁比谁更重要，可以同等重要。OK， 馆长，我支持你在内政上继续鞭策我们的政府，但是你为什么要跳出来反对我们在外交上的努力呢？对，没有谁的议题是比谁的更重要。你有你关心的议题，我有关心的议题，都是为了台湾好。我支持你关心内政，你怎么不支持我们曝光中共统战的事情呢？对，你为什么不直播的时候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纪录片，再做回应呢？对啊，你看你在藏什么？你可以说，哎，他们两个小兄弟做得很好，哎，把中国统战的战争都曝光，哎，很棒，哎，在外交上这两个小兄弟很努力，但是我阿管啊，在内政上也很努力，我在鞭策民进党，你这样讲。话不是很漂亮吗？对，你有做吗？你没有，你在抹黑我们。编剧加大喇叭，笑死人了！你在急什么啊？你有可能下集会提到他吗？我不知道哦。OK， 你们两个那天还进去抖内，然后留言给他。没办法，你只能抖内才能跟他讲话啊，因为他也有一个墙。浪费钱。他有一个墙，就是我们不能留言。对。只有订阅他两天以上的人才能留言，所以我们不能留言。怎么样才能留言？抖内。啊，你抖内就会飙出来嘛，你飙出来，下面他的粉丝就会喷你嘛。对啊，这样是不是在学中共，在围一个墙，搞一个文革？对啊，靖维司礼来了，这个同志们上啊，文革批斗，大佬没定过主意，就是玩这招啊。对啊，这种人说要民主自由，跟跳西郎啊。民主的话，你就要能接受大家批评跟意见嘛，对不 对？你直播间你给自己做一个墙，这跟谁很像？他自己心照不宣，他刚逃出来的国家。但你觉得他有可能像人家怀疑的一样吗？也可能是被利用的，收钱被利用的其中。我不知道，我目前纪录片播到哪就是哪，还没播出来的我不能、我不能去讲，因为这样就是造谣了。对。好，我们回来讲海峡岛，好不好？林靖东的部分。不是，我看到他脸，我真的想笑。他太激烈了，他美肌美的很严重，哎。而且他做假民调伤害台湾呢、对啊，对，没错。所以我对做这件事我没有任何亏欠，你先亏欠我们台湾人。而且他崩溃耶，你有看到他在上集播出之后，整个脸书好像一个就是崩溃的人，完全情绪失控这样。这个你们昨天释出来中国统战纪录片的下集的预告片，是的哦，这里面真的是血流成河，这样就血流成河了，这样就血流成河了，啊呢，这个是凤毛麟角，这样血流成河了，天哪，哇塞，还有更大咖吗？哦，还有更大咖哦，真的，有没有立委？不能啊，就是、我们要先保护我们人身安全，因为他昨天说什么，他要。光复大陆还是反攻大陆？对啊，反攻大陆。他现在在反攻大陆的是我们两个，哎，请问是谁在反攻大陆？谁在反统战？你有没有看今天微博好多小粉红在喷那个海峡岛报？对，其实昨天就开始在喷海峡岛报了。他喷海峡岛报怎么被我们玩弄？怎么这么烂？要不要割掉算了？全部解散这个单位，都在批斗，还被台湾人反统，我们没救了，没希望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在反带他们舆论？所以变成我们在统战他，逆统战呢、啊？是啊，所以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台湾人每次都是被统战，我们防守，这次我们换我们进攻了嘛，对啊，我们进攻他们乱，他们一乱就会减少对台湾的其他层面的这个舆论战，是吧？对啊，现在球是我们在打，发球权不在你们身上，在我们。讲得这么漂亮，每天讲的这些漂亮话去骗那些中华民国派人的钱，我告诉你，我才是中华民国派啊，好不好？你们为什么现在是台派在挺我？对啊，为什么是我台派在挺中华民国派？整个预告片应该说整个下集如果全部出来，绝对有比詹江村更大咖的人。他一直说啊，怎么办？我被闽南人点名，我是主角。啊、你不要臭美啊，卖臭瓜啦！你不是啦，你只是新手村出来的那一只小野怪而已啦。啊、就想问一下，请问你詹江村拿出了什么史莱统战的政绩出来？你洗脑了哪一个？你策反他们哪一个的？谁跳反了？没有。整天这样子骗着台湾人民，然后到中共那边给中共骗，然后回来再说我们在反共，逻辑错乱嘛，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